这个庭院真的把我惊呆了，根本是从巴厘岛复制过来的吧？把最原汁原味的发呆亭以及各种南洋风的植物，在20平的空间里完美的呈现。你家地址可不可以传给我？好，咱下次就去你家，直接去你家，因为我最近很想要离家出走。可是你有老公对不对？没关系，你可以睡发呆亭吗？给你一个蚊帐。我以为你人很好，以为这个。今天晚上11点 ，MyVideo 线上收看《小姐不惜地》。